炮 AK 跟我 PK， 爆破团队抽强队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阿哲哥，来吧。今天我领了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，叫做这个战队印花。里面分为两种东西啊，就是说一种是金色的，一种是普通的。咱们来试一试，看能不能开到金色的，好吧？一共有几个金色？八个金色的。先来一个啊，真疼。再来一个。啊 ，AG， 我还去一个了。AG 是挺好，但是大哥你这普通的就有点不好了，就。你能不能给来个金色的？对不起兄弟，太过分了啊！最后一发了，老弟，你看着办吧啊！那句话怎么说的？就留一发，直接绝杀，真正的喝水抽奖啊！兄弟老公啊，你给我闪光，你给我车，先让我喷口水。哎呀，我去！你给他点，差点烧死我！快点，兄弟老公，冲！哎，气死我了！说实话，印花这个东西非常的好，但是它，但是你老屌，你不给出这个应用后将消耗掉印花道具，我去，用了之后你这个就包定了，兄弟们，就包定了就，这个跟那个 CSGO 的就是一个档次的了，真的，都没金色跟全息，天哪，哦，还得放三个，我天哪，来看看。我天哪，不是一个枪放一个，是一个枪放三个。我去你个老屌，我们应该换换位置。这样子吗？还是让他在最后。还弄了个差两半儿，就是说两差四了，对吧兄弟。太过分了老屌。想一下啊。让它岔开吧，这样子吧，对吧兄弟们，什么鬼，哎呀弄错了，把那个弄到了后面，天哪，我真的是醉了，最后用的时候还给用错了，我去你给拉爹，我真的是越来越过分了，拉爹，你这么玩真的是没有意思了，拉爹，你他妈，你这样子玩就没有意思了，你的路是越走越窄了，拉爹，发个这个东西，哈哈哈，是不是太脏了，拉爹，路让你走的是越走越窄，你知道吗？你把路给走死了，放一个痛快的，这个，哈哈哈。这下这个就无敌了呀，这下这个枪就无敌了就，好帅，我的天哪，各位看这下我们这个枪就好了，怪不得在游戏里面出来一个检视的功能，原来就是这个给这个叫什么东西，原来就是给这个东西做准备，真好OK 了，这下子这个枪又可以帅帅的了